来，快点，嗯，来介绍你的粉专一下。Hello， 咪妈桑孔邦哇，我是常来昆尼日文女神，全台最性感的日文老师。我咧讲一个概念就对啦，哦，你去思考啦，啊，你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你怎啊走？明后明早要怎啊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等你，我不喜欢看到你等你。好啦，别讲给别人听啦，等你啦。我又没有怎样。我可以等你，等你。妈，因为我还清楚。等你。我今天到底做错什么啊？点点啦，这一标不要再笑了，在笑什么东西啦？先着搞你啊，着夸风呀，规工你伫底啊，现主持规工的，对无啊？现主持我妈会沙炮龙跑，一直唱些吹枪花歌，不能再笑了，全部刷哈。大哥你，先来表演一首来口无洗，三工无洗啦，来口无洗先来来，啊，来拢免考虑啊，哦，来现在直接来了，来全部刷哈刷死了，非常舒适，来速度了，马上立马的全部刷哈，来哥你，来介绍你的粉专一下。Hello， 咪妈桑孔邦哇，我是常来昆尼日文女神，全台最性感的日文老师。来音乐可以的，音乐下来。来，很主席来，全部刷哈哈刷十秒标题来，来跟你说刷哈刷十秒，刷哈哈刷十秒标题。我咧讲一个概念就对啦，哦，你去思考啦，啊，你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你怎啊走？明后明早要怎啊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等你，那个是你的粉专吗？那个是和你的吗？一个中间好像是我的，你的吗？嗯，啊，你连封锁吗？啊，你不是教他们封锁吗？啊，一起列粉砖还是列粉砖？他们可以封锁啊。啊，你看到你的封锁吗？哦，那是你们的。啊，因是安怎？因死来哦。啊，规工现主持咧线顶回回，我袂好势。你卖做嘛？规工要求公司福利福利福利啊！演主持演主持，但伊敢做较好来哦。破一个病就伫遐，规工讲要死要活；破一个病就规工讲，无在要上班，讲安怎？啊，台湾2340。2450万人，大家现主持，哇！疫情这严重，大家拢免上班，1500万的家庭拢卖上班啦，大家拢卖上班啦，拢规工在厝内隔离就好啊，对无啊？居家工作做工会做袂好势，对个，有啊。来，关昆尼什么事？我刚我在跟他讲啊，他的粉专有在串联了、啊，他的粉专有在串联，看到酸民就直接封锁，不用再多讲什么了。这位朋友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来，我现在讲给你听哦，关他什么事情？我现在讲给你听哦。来，昆尼，打开你的手机啊，你看一下，今天我帮你 po 那个影片，今天多少人观看了？你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常来昆尼。这一段时间，网络上面的风波对公司及联董造成了伤害，我在这边有一些话想对大家说。联董他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的人，他把工作所得的一部分捐出来做爱心公益，爱心公益的活动他也持续做了8年，在公司里面也学习到了很多，很感谢公司所给予的一切，还有很多的资源。那联董也很照顾每一位员工，也很关心每一位员工。看一下今天你上传那影片，来观看次数多少了？19万嘛，19万嘛，是不是19万人？对。几个小时？8个小时19万人嘛。那你算一下，8个小时19万人，平均一个小时多少人？都上万嘛。对啊。那这位朋友能够了解吗？你知道这个流量是我年轻以后伊的，会使了解吗？因为这个流量是我给伊的，你有法度了解吗？所以我关他什么事情？
我在忙在解说，在解说很多商品的东西的时候，他们必须去把幕后的事情做好。我的公爵盖两个地了，哦，你去思考啦，啊，你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你怎么走？明后面找个什么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等你，我不想看到你等。等你。你先等我，你先等我，我无想其他无想看到你，等我。你不要我讲的，唔免惊平下平查。我又没有怎么样。所以。是你跟我说你我不要用手机的哎、欸。我拄啊叫你红色选民，我叫你红色选民呀，一句话。我有封锁啊。好啦，免惊叫平清啦，等你啦。我又没有怎样。我可以等你，等你。他因为我的情绪，等你。我今天到底做错什么啊？点点啦，等你啦。